挑战一天只吃带火的美食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火鸡面。过瘾，满分。再来吃第二个火山石烤肠，搞点辣白菜，把它卷起来。就爱吃这种火大的，来一口。过瘾，98分。再来吃第三款小火锅。过瘾，95分。再来吃最后一款，这个是炸火腿儿。来个一口秒，过瘾指数95分。Nice， 最后再来一杯椰奶。好了，今天带火的食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